地，他爱过那一片森林，但旅行终点只能是拥抱你。我想化作永远陪伴你的风景，因为有你我去翻山越岭。这一次我会再次奔向你，从热带雨林到冰川南极，每一次呼吸蒸发后越春风化雨，环游世界的虚拟。我得想办法看看那个疤。你小心点。啊，劲是大了。背后长眼了，这个人。把衣服脱了吧，天这么冷，可别着凉了。不用了，我去洗澡了。啊！没关系，老娘还有后招。花，帮我拿下浴巾。来了。哎，你扔给我就行了。三二一。呵，啊！怎么套路出牌？什么套路？难道你要一直让我趴在地上跟你说话吗？果然不对劲。不对劲？你后面那个圆形孔状伤疤分明就是枪伤，法治社会哪里来的枪？其一，你并非国家公职人员；其二，你身手却不凡。我判断，你是从海外归来的保镖。你就不怕我是什么不法之徒吗？嗯。什么？就只是钢筋刺穿而已啊？而已。啊，不是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难道真的是误会了？不然呢？好吧，那就是我多想了吧，我不干活去了。
前就做足了准备，差点被拆穿。不过刚才更让我确认了，你不是秀芬。一个两个的偷懒。尤其是那个秀芬儿，灰灰让我初见了杨相，下一次看老娘我怎么收拾你！谢谢。哎，对了，你小时候这不是有颗泪痣吗？痣呢？嗨，兴许我在城里做过医美呢，现在是会多长痣。啊，那左撇子变右撇子也挺正常。看见吗？我就是左右手都用，因为我脑子发育的好。这本日记我得带走，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。七七，你知道我失忆了，所以你能不能跟我说一下我以前的事啊？好啊，你以前呢喜欢去那个河里啊，就是直接跟着李婶去捞那个河虾吃，还经常跟着张伯去茶田里面收茶。哇，你那时候每天都可忙了。夕颜，你到底在哪儿？难道他一直在演戏骗我？菠萝饭。怎么了？这份盐放多了，我重新给你做个水果饭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别浪费了。哎呀，没事。等等。好吃。你不能吃菠萝饭。为什么？秀芬，秀芬，秀芬，你没事吧？秀芬，你没事吧？走，快，全部吐出来。吐不出来。把这个喝下去。
对，都吐出来。那都是我的错，明知道你不能吃菠萝，却还是试探了你，让你深陷险境。对不起，我以后不会再让这种事情发生了。试探我一整天了，那我就让这场戏如你所愿吧。对不起，我也骗了你。今天就安心睡我这里，有事随时叫我。从刚认识，你就一直在试探我，为什么对我的身份这么执念？有件事，我想亲自跟你确认，这对我很重要。什么事？还是等你恢复记忆比较好。